这个不大好。哎，还早呢，我们的位置不要太好哦。不是，我不是作证，我是说，就不能让小东自己去谈恋爱，然后结婚吗？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恋爱一样。你吃错药了，现在是新时代，现在什么事情都要策划和计划好的。可是也不应该。老公。新中国不是一夜就富裕的，小东可是我们的独养儿子啊。那就更应该计划，怎么抓紧早点抱孙子啊，攒够足够的钱，然后我们退休以后在家能够舒舒服服的躺着闲着。钞票是买不到幸福的好吧？就算不幸福，我也宁愿痛苦的富裕一点。 有毛病啊！哎，质量刚好的商品，他们没看见。我们还是耐心点吧。不，销售第一条，客户不找你，你找客户，走啊！赚的不够多，学历不够高，年纪太大。 年纪太小，太难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太胖，太瘦，头发还那块，女的会长胡子，乖乖要死啊！他爸妈是近亲结婚的，这张脸被孙女教过了，学历高，工作好，年龄也刚刚好，样子还不错，但没有我当年好看。是的，老婆。 还不错，我给他爸妈打电话。不好，不行。哎，儿子，还穿这件粉红色的好看。 进来了，小东，李志，他人呢？每次都让我这么难看，真是。小东，还不快出来！你赶紧。哦，来来来。哎，你和照片上不像啊。啊，你们好，欢迎欢迎，你就是杰西卡吧？这位是你姐姐吧？哪里啊？这么老，怎么会是姐姐呢？ 啊，我是李志，他是我爱人王凤。叔叔阿姨好。哎，你老婆小范没一起来？嗯，他已经不和我们在一起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可怜哦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和他爸爸离婚了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哎，小东呢？我找找他。小东。好好。哎，不好意思。 来，请进，请进。谢谢啊。哦，衬衫蛮好看的嘛。啊，谢谢，Celia的春季新款。那你说？ 这是你不能和你老公相处了。来，再来杯茶吧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儿子，记住，不问是什么也不知道的。好吧。事实上，是他离开我的。是因为别的女人？嗯，我想是的。啊，真的？他外边有女人了。看看看，这给孩子树立了一个多不好的样子啊。其实我是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。
而且他还跟我念完了大学。哦，还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不可能吧？要不，我们让他们还是单独聊聊吧。我觉得没必要。什么？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你们今天能来。下面呢，我们还有人要相见的，再见。伊斯卡，我会把你的简历收好的，你到时候等通知吧，请。却没你事，看我还有其他人选呢，哎，你就等通知吧。你滚吧！嘿。